升级，他买硬碟咧，应该要买 NAS 啊。啊？啊你？我今天早上才看到他有新的。这个、啊、新的，这也是新的，就是可以这样把你的 GoPro 啊后面，这个也可以把它拿出来。整是用假机啊，什么烂东西！你被骗了，我被骗了，太烂了。